绘林时间、自画像、写赞呢夸菲丹沙伯姆。他的创作者是法国后期印象派画家、现代绘画之父保罗塞尚、波罗塞赞呢。这幅画创作于大约1890年到1894年，现在保存在日本东京的石桥美术馆。那绘林是在巴黎菊园美术馆的一次临时展览上看到了他。塞尚的艺术风格呢，是随着他的绘画生涯进行改变的。其实早在19世纪60年代早期的作品当中呢，他就已经放弃了学院派艺术的传统画法，而是追随库尔贝、德拉克洛瓦这样的一些画家的绘画为方向进行创作。那下一集呢，我们会专门去到巴黎奥赛博物馆寻找一幅库尔贝的作品给大家来欣赏一下。绘林时间，法国巴黎。